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我找到你了。那个谣言不是我传的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，因为是我传的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我考虑过了，如果说三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，我何不提早行使自己的权利呢？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。我不再去说从前。有个问题。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找我做你女朋友？好久不见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。别想了，千万不要想清楚了。我一定会做一个最好的女朋友的。嗯，听话就好。拿着你，我一定会特别听话的。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会。这是哪一站？我好像没有听到我要到的站。你要到哪里？陕西南路。这都过了十几站了，那是那头，你不会坐错了方向吧？哦，真的错了，谢谢啊。这儿啊，上车。哦，我看见你上错了车，我就一直跟着。那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我上错车了？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，结果和大学的时候一样笨。安全带。